洗碗去。公司这些日子啊，好些同事都要换租房，以前的要拆了，不让住。你那地方还让住吗？哎呀，给忘了，这是昨天孩子的生日蛋糕，昨晚们给你们留的，别嫌弃，带回去吃吧。哎呀，太谢谢您了，家里呀，正好有小孩。你不会要跟小孩抢蛋糕吧？我从来不要客户剩下的东西。是啊，反正你都是自己买。不用给我介绍了，你别操心了。他都这么大了，还让我管呢？妈，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谁呀？刚搬来的邻居。怎么停电了呀？跳闸，拉上去就好。吗？拍的怎么样？我还没有个这么好看的照片呢。他们都好漂亮啊！都是靠化妆。你怎么拍的都是女孩子呀？我喜欢拍一切美好的事物。男孩子不美好吗？哎，那你觉得我美好吗？妈，拍照。
哎，等等，你怎么来了？以为你住什么好地方呢？结果就这破地方。你管不着。你知不知道，这里已经开始拆了。那要怎样？怎样？你还有地方住吗？反正我靠我自己。靠自己没问题呀、啊。你知不知道这儿住的什么人呢？什么人？你隔壁就是个妓女。你看，操你这听不到是吧？小弟，你把剩下的弄了啊，我先走了。行啊，那赶紧把那件垃圾带下去吧。这明明是你的活，我着急接孩子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自私？你把什么活都推给我，你凭什么说我自私呀？凭我的资历。在吗？他们把电断了，去楼顶吧。你是哪人啊？不让住了，什么打算？又一个吧。羡慕你，本地人。我在外拍几张吧。要不我上去换身衣服吧，我现在不好看。你怎样都好看。很好。其实你可以叫你那些姐妹一起来拍啊。姐妹？你那工作伙伴。什么工作伙伴呀？再说我现在也没工作了。没工作？不过你这种工作应该不难找吧？我哪种工作？你真的要我说啊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服务一次多少钱？我要回去了，回家里。要不你去我家坐吧，在我家不辛苦的，真的。在你心里，我就只配当保姆是吧？当保姆不好吗？不是，服务行业啊，而且很适合你啊。你要服务是吗？